2022年5月14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受到地流方面的影响，各地拢总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吼，也部分所在将有比较较大雨势，甚至雨雾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4月14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9度。到28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哈，今麦的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以往同款对于咱台湾的这个做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来看起哈。来，首先吼，咱嘛是针对着这个中国病毒啦吼，武汉肺炎的情形来加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来，今仔日咱来甲看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敢会用也无？那是，敢会阁有啥物所谓的周末效应啊？我唔知啦吼。你讲国内疫情啊是算严重，对今年一月以来累计吼啊，这个本土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来到今仔日嘛已经突破500万人的大关啦。啊，死亡的个案嘛已经超越过100人吼。啊，对，今年一月开始较深啊，累计，累计，啊，最近又搁面临着确诊的数量暴增啦，就是连中重症头的个案嘛，刷愈来愈侪呢。对着这件代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啊，有来宣布啦，讲今仔日新增加63964名，平常较少淡薄啊。本土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有40名死亡的个案，减三分一人，增41名吼。啊，这个130名是中重症头，另外有77名境外移入。指挥中心表示，今仔日新增加的63964名，啊，这个本土的病例是30451名男性，33478名是女性。年岁伫未满5岁到90岁以上，啊，个案的分布：新北市21336人，台北市9560人，桃园市9482人，台中市4409人，高雄市3766人，啊，那台南市是2627人，基隆市2004人。啊，宜兰县呢1757人，新竹县1661名啦吼，啊，那新竹市呢是1243名，彰化县1128名，屏东县1107名，花莲县913名，苗栗县649名，婚姻县634名，台东县426名，南投县414名，嘉义县398名，嘉义市215名，金门县112名，澎湖县108名，连江县15名吼。啊，那今仔日新增加的40名。这个死亡的个案16名，男性24名，女性年岁伫20多岁到90岁以上啦吼，啊，拢是属于重度感染的个案。啊，伫这40名当中有38名拢有慢性病，伫这40名当中有15名完全拢无注射预防针，确诊的时间伫4月21日。到4月12日，啊，那死亡的时间呢？伫5月7日到5月12日啦，吼。啊，另外今仔日新增加的77名境外移入有41名男性，36名女性，年岁伫年满10岁到90多岁啦，吼。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嗯，小寡六十个尔啦，吼，小寡欠寡呢啦，还有按同款吼，嘛是6万外就对吼。哎，有那数量有那是真济，好，来有那赶快注意啦，啊，这个嘴炎挂好掉啦吼，啊，本身家己的防护手部卫生啥做好，呵呵特别嘛简单讲安尼了就对吼，啊，这个做配合着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而这个防疫的迄个手来行都无唔对啊吼，啊，村内要当么吵，要当么闹的，哎呀，卖管你就对，哦，啊那造谣就甲以上发办，就是安尼了啦吼，就简单吼，好来，感谢，啊，继续来甲看吼，咱来注意一下吼。
这个今仔日开始啊，各地啦，拢讲开始受到这个梅雨方面的接近吼，啊，所以呢，这整个台湾的天气拢总变为着这个做准雨或者是雷雨啦吼。今仔差不多这个了做我十点十一点外的时阵，哦，但一个雷公有够响的就对，哦，这足响足大吼。啊，伫咧这个做整个的这个方面呢。今仔日开始一直到甲下礼拜一啦吼，打整个落雨的范围差不多全台湾拢总有，啊各地有哪注意，就是你讲西南啦、强风啦，还是瞬间落这种叫做大雨顶剧烈的天气吼，这要注意吼，啊这有当时啊，这个雨啦落这个形容上大的时阵，有哪注意这个累积性的这个地灾核物吼，累积性的地灾核物安尼吼，简单甲咱做这个报告吼，这个天气安尼差不多，我来了解到啊。咧拜二啦，吼，拢无介天气，拢唔是介稳定啊。是，吼、哦，来，嗯，来，另外，咱有看新闻报道的朋友，吼，咱有看到最近这几天的北韩开始咧大调查，吼，咱知北韩含中国同款啦，算讲是一个做封闭的国家，啥物款的消息拢暗加吼，无啊暗加吼。唔敢予人知影、啊。中国呢，伊本身嘛是一个足封闭的国家，因为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开放外国人去投资啦、旅游啦，所以做些代志安未掉。伊就尽量做出一寡迄个白贼的解说。所以吼、半开放半白贼，吼等于感觉嘛是封闭就对了啦。但是北韩无同呢，北韩呢当讲全面性的封闭。是安那最近这两天，咱看到金小刚呢忽然间跳出来吼，开记者会，搁兼挂嘴安。讲什么北韩吼咧大调查啦，结果互咱看一个吼，实在讲吼，实在讲实在变怎讲啦，真可悲啊嘛，真好笑啦。忽然间全世界吼看到北韩咧大调查，大好第一个跳出来讲要声援呢，就是吉纳国。这个吉纳国伊要声援，这不是歹代啦，因为因本来就兄弟国啊嘛，好朋友互相斗三工拢袂歹。结果吉纳国因跳出来要声援，要甲北韩斗三工，讲安那咱知影，因为北韩诶金小胖伫遐咧呼吁啦。讲无药啊，嘛无有方下人煮安尼啦，无介有人食。因不表现不含，就是敢那讲，因全国就对吼，拢无煮乌龙虾，无煮乌龙虾，全国拢无了，对，拢无。因就开始，即、這个伊就从锁国的方式，对，所以因全部拢无煮安尼。想要学迄个啥？学迄个学什么呀？学英国安尼啦，讲什么佛系，什么迄个翻译。安怎因为迄咱一套诶，两边讲，因为无啥物叫做火势诶，当然火势。伊个话，伊会记迄个时阵，咱两公前有无吼？北韩提了三公，中国有即落做武汉肺炎开始咧发生诶时，伊就随关边境嘛。对，关边境了后呢，即个北韩诶有迄个人民有无吼？有哪共款啊？偷偷啊，要甲中国做招数啊？无人知啊，无变啊。啊，你也着随清查。可能。都唔管你有较近无较近，你也着清查。你都无人知啊，人生本来对外口去探查啊。结果咱有看到吉娜讲吼，真正实在讲啦，火星来得安尼啦。因即个吉娜咧讲啊，讲火星来得安尼啦。讲阮要提供乌龙虾。和北朝鲜的人来煮安尼啦，我惊死人！你嘛拜托个乌龙虾，全世界卖出去，连因这个吉纳国的吉纳内底都无人要煮的，讲要提供和这个啥北朝鲜的人民去煮安尼啦。当然，北朝鲜的人民以这个医疗啦、吼公共卫生的水准观念是好高高对大，广告高对大，咱唔知啊，有可能这吉纳。这是个乌龙虾，无人要煮，佮卖袂出去，佮要提供好伊嘛，煮较欢喜个吼。当然，若煮咧到地个时阵就对啦，咱等甲北韩遐所有人民，包括金小胖就对啦，咱会等甲你讲吼。煮无效个，是煮无效个，咱等甲你讲看着办好了啦。系啦，等着瞧，看着办安尼啦。我条线本来就加迄个，就做三甲中国个关系，本来就是大兄小弟啊嘛，对唔对吼？这中国要伸出援手，咱乐观其成。乐观其成了，系啦。因为吼，这个金小胖伊咧强调啦吼，讲这边吼，这个因这个武汉肺炎叫团结吼，这是北韩就是朝鲜吼，因建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啊，对不对？即马已经宣布啊，那呢，全的红国啊，锁国啦，锁国，规个锁起来就对了吼。至于讲这个做啥药品啊，啥种种。
这个中国若是要甲伊支援，你若要用就甲用啊，哦，对不对？要用就甲用啊，哈。嗯，是。我会当讲吼，不管是乌龙虾好啦，吼，是药啊好了，对啦，煮的是咧煮心酸的啦。啊啊啊！哦，咱台语咧讲讲煮心酸的，啊，无通咧煮梦煮安尼啊。嗯。煮心酸的啦，啊，迄个心酸煮咧到底了对个，哎，好袂好？你们吼坐着瞧，看着办安尼啦，吼。嗯嗯。啊，听你讲讲这条北条线是安怎样啊大爆发呢？嗯。就是讲最近这段期间四月来吼，伫因这个北韩这个国家吼。算讲有真大庆典啦，包括因做啊贵用器，诶，啥物名单啦，啊，包括因老爸啥物哦，迄撮好在要咱袂晓讲了对啦，就差不多一段时间拢咧庆祝啦，啊，庆祝会使啊，唔是讲袂使啊，但是你爱做一个吼防疫性的庆祝啊，你比如讲吼，伫电视播上就好嘛，唔是哦，我那边做甲做老咧安尼啦，啊，大家拢也要挂嘴安吼，啊，这个金小胖哥去看遐一寡吼人民啊、军民就对啦啦。真挖金社会啊！大家伫遐咧拍破啊，吼，伫遐咧比手比赞呐，比爱了，对有诶无诶？啊，就是因为咧去爆发出来。啊，最近听你讲讲，干呐吼，讲干呐两三公斤，讲一拳头，讲全国吼，讲干呐发烧诶人了，对啦，讲有35万人啦。啊，原来有未少人死亡啦，吼！啊，当然伊这个数字有影无影，咱唔知啊。就算讲吼，伊这个数字是真正有发烧有死人。我感觉暗定安尼样样啦，因这种国家就是生本吼，就是做个公平差的啦，暗看属性啦。啊，但是总是不管是搞公平差，搞暗看属性的对，我感觉吼北条线的对啦，都可能看那个节奏有起的。因为我感觉其他国的时候，可能看不起是安那，肥甲大细声，连一个肥大都唔敢声，人轻小胖，人肥伊话就对，人肥大嘛敢拢敢声。没啦。诶、欸，汽车拢有啦，啊，汽车总是无嘛，和汽车甲和美国含日本惊甲要害去，汽车甲和南韩惊甲要害去，啊，咱看到中国就对啦，就是吼、哦，不是要含这个啥美国安尼话无，你无有那种搞笑一条对太平洋去讲卖，对这种独裁国家吼、哦，民主国家拢是只是。大概啦，拢是想讲尽量息事宁人。简单讲就是讲，卖去想刺激这独裁者啦，吼、啊，尽量来当的话，就是当然咧，因你去改变啊，啥种种吼，不离个，我个人感觉是无可能。是，迄、那个北韩威胁上大的边啊，就是南韩嘛。南韩，吼、哦，伊个南韩，系啊，南韩啊，日本，中国还拢未惊伊哦。啊，中国伊个主细汉就是，大概摆你袂记咧韩战的时候，中国派偌济兵去支援北韩。算讲因两国合国了，对啦，算和平友了，对啦。这算中国是北韩的老大哥安尼就对啦。啊，你讲安尼，啊，人啥情况讲咧嘛是啊，迄咱唔系啦。对啦，啊，有一阵啊吼，这个就做三个中国甲北韩的关系，佮物料无啥好，物料无啥好啦。啊，但是后来嘛是同款啦，有个需要中国，伊就佮变成细汉的安尼就对吼。啊，这个之前，这个就做啥呢？较早这个北韩那是社会大吼，迄、那个韩国吼就是南韩了对，是哦，迄、那个韩国因都拢报啥呢？叫做发射出不明物体。哦，是啊，那要报安尼飞弹飞弹，啊，北韩射出来，北韩射出来。啊，这个是政治嘛，啊，伊就讲会发射出不明物体，无啥加爱用迄种就做啥？迄个飞弹这两字了，对，是讲人民会惊着安尼啦。唔是人民会惊着啦，到底是啥物原因，啥在用叫做发射不明？无啊，这本来是安尼，因为咱台湾每一道咧地震的时阵，拢讲吼正常音量，迄个能量的发，发射啦。啊，所以吼叫民众唔免惊咧，啊，咱就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反正就是爱摇一下安尼就对啦。这都啊，因为迄个地震这个物件，就是地壳底下烧着嘛。正常能量释放，就亲像咱摕两本册有无吼？啊，甲对动就对，甲切掉了，一本向下看，下甲接，啊，一本会伫顶面嘛，对不对？啊，即卖来这甲顶面一地时阵，伊有一个迄个阿伯到我摕砍在里面断断啊，断断啊，就是地动。啊，都伫讲你讲遐，你讲遐伤神奇啊！你着讲两只吼。牛屎骨啊，底下对住安尼啦，啊吐到尾啊是只，通吐一个病鬼啊，是吐一个话，单死卡跳上天啊，冰丝高啊健安尼啦，是这个意思啦吼。无啦，唔是，啊伊这个就是，伊这用安尼咧用意思了，你即卖嘛想话加减互安尼动一个动一个吼，伊较袂向大起来，向大起遐咱袂足大啦。啊你若互伊加减透者透者透者。算讲囡仔像咱若搬箱啊，你若随全部甲放开弹出，你种伤恐怖，你慢慢仔甲放，慢慢仔甲放，安尼就对。有，叫做正常的能量释放，安尼就对啦。好，来，
即个即啦，即篇咧讲啦吼，就是讲北韩的军方较早拢动枪哦，唔，南韩的军方啊，较早北韩呐是有发射物件，拢叫做发射不明物体安尼啦。是。哦啊，但是呢，即、這个今仔日开始吼，伊即个叫做啥呢？已经解除啊。冇被解除过。直接就讲发射飞弹。即、哦這个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日本呢？啊，就直接讲啊，日本当然是直接就讲起发射迄个刺射飞弹安尼就对啦吼。即咱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我感觉讲世界政治人物就对啦，我那卖想计啦。嗯。有当时啊，咧做工课，讲话吼，较直接，人民百姓较会收听。无着即款的证明，我若日本的首相，我若是迄个南韩的大统领的话就对啦。我就甲北韩的迄个金小胖呛声，你有在钓，你敢咪写一条？嗯嗯。你有在钓，你佫敢咪写一条？敢咪写一条？你别随解浪费。惊着两家食。我知啦，阿咱就拢无坐钓迄个位啊。所以你才懵懂懵懂。所以人咧讲吼，结结物讲看因听对不对？以后吼，你形容这个时阵哦，你啊换一个问题啊，你好危险啦，啊，可能感觉惊吓啦，安怎样啊？啊，讲讲迄都无效，讲讲迄都嘛是一直咧试啊，有啥物路用呢？是是是，好，好来，感谢啊。你想咱，你想咱今仔日再看一篇，一篇新闻报道，你讲台北市。市议员王世坚，世坚阿无，你搞这个烧声啊，讲的烧声啊，是什么名？罗水宝，罗水宝，不是罗水宝，罗水宝烧声就变成个呛声。伊叫咱台湾公吼，甲上那个上那个上好，诶，迄什么国啊？我煞未记起啦，洪都拉斯啦，上好洪都拉斯的一万五千机就对啦，啊是1500万机啦，1500万，哦，1500万。万机的这个啥，那个汽车了对啊，气甲吐吐顿啊。嗯嗯嗯。所以跟他讲，你这钱那下死下进，直接就是安尼抢嘛。对啦对啦对啦。你这下死下进，那一月三期的物件，你别讲吐吐顿啊，搞不好人拢饮料拢用天然粪扫当伊啊嘛。无啦咧，啊三人的嘛，无个各样吐吐顿来。无着，这种凊彩讲讲诶。无着，迄种吼，迄个搞假无义的人就对啦吼，伊诶，无着搞假无义，政治人物伊就应当那样子啊。嗯。一句话。对这个罗素宝的水讲出来，我听到心肝头非常的危险。嗯，讲安好什么路？讲安有啥物震撼啦？直接就讲你这下死下情，你这真正我们在人见笑。啊，政治都不是像咱所想安尼哩。啊，人世间啊，人迄个世间人就刚刚咧想。啊，咱就听较有嘛。就世间人咧讲，咱就听有啊，就对啦。啊，其他啥物遗憾啊，啥物种种，哎，就大家听到啦。嘿，这有人到某一个官道咧讲话，本来就安尼啊。未使像咱安尼话。甚讲人到一个坎上，讲话爱较斯文啊。对对对对对。啊，咱王世坚即嘛是市议员嘛。你看咧。王世坚是咱幼小提琴的呢，我知啊，伊音乐素质真高，伊是像我咧音乐素质的人，哎，我唔对啊，唔对啊，哈，来，感谢啊，0800-0500-6668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进广告，阿连再个倒转来，好来。但是你今仔个人叫习惯嘞，我系我今仔个叫习惯，我想开拢唔乜接着恁个啊，恁个人啊乜接着恁个声。啊，你之前是食哪？我都旧年都药生啦吼，咧药生做得贵啊哩。药生咯，嗯，哦，啊，即卖，你听下拢未行嘞。哦，本来是拢好一年廿七届，嘿，啊，哦，古到旧年迄阵，可能较重个款，愈来愈严重个对啦。半年来就一个月，有当一个月来，哦，两届都听几个月。是。啊，拢去注射，我想讲，你蛮烦啊。对对。啊，拢听恁个节目，想讲，要不买来试看下。啊，即卖安尼买偌济罐啊？我买十罐，迄阵出人后是立正啊，啊，还有个肝啦。哦，是。你头一届来买就买十罐咯。嗯。啊，感谢啦。啊，因为过年前迄阵我食了啊，啊，食了就开始食。到过年一段时间奇怪啊，拢无听，自己看都无听，个人家去听。哦，本来算愈来愈严重的物件，即马所转无啊。对啊，我人我都未轻醉啊，人讲医生讲干袂使这。啊，你做这生意就加减爱啉啦。哎呦，啊啉啊都，而且都海产来，我都特别爱食。你兼个无口水啊，你就对啦。哎呀，我嘛是海口人。啊，你安尼食，啊，即卖即个就做阮士多山落去食，啊，即个就做刘生，即拢无搁再行起来。对啊，足古怪啊！哦，人咧讲，哎，你睇到刘生，你食啥好诶？我
我个经济股长股个看卖啊。哦，你那个那个那个唔敢做黑啦吼。哎呀，我讲我有食食那个电台听人讲做黑啊，我食了食了啊，妈然后。差不多到过年都吃完了。哦啊，我这段时间都拢也无去啊。我是讲，你拢过去定定安尼定定安尼耍吼，是咧。嗯嗯嗯。我做这阵，哎，我都拢未啊到到迄阵过年迄阵哦。哦。也要吃了，我本来是咧去看下，讲个试看卖个，看看卖看差不多在是只，较袂疼，啊无只都都会疼咧。哦。我平时，平时啊，这顶礼拜。嗯。顶礼拜，我咧一两个月啊咧，也算够久个，哦，嘿，行来，我讲看来，如果行来，我是刚行来，你行到就拜拜啊，讲试看卖，我啊无爱住家个，下工哦，下工都会疼个，啊，第三工回到你啊，手工啊，第三工来夜班啊，啊，唔过，迄暗迄工出来，咦，佫较袂酸个，一听咧，啊，这样佫拢好个啦，我甲你好个对啦，哎，我讲奇怪，安尼拢叫什么药？拢叫袂开，拢达到一个好个。有有有，要先是我甲你报告吼，这安尼是有咧甲你改善，但是也袂完全利个啦。啊，你唔通讲怎调，我甲停起来要试看卖啊。我唔知讲，哦，我顶个白安尼啊，我讲，我讲我还要继续食。哦，对，你甲食一段时间过，都确定讲这改善了好，你甲改落来食保养安尼。啊，什么？你阵啊，你问我，我直接唔确定个，讲我就跟人家讲。讲的是高山啦，效果是绝对有无问题啦。啊，今仔我就敢讲啊，你拢全在看我，我爱到，我只要你听，内拢有看的。哦，对啊，这有迄个毛病，内拢知啦。但是咱是无鼓励讲无翘嘴呢，咱有那是鼓励讲是高山食，有那加减翘嘴较好啦。啊，唔知我讲今仔个又叫习惯来食。哦，对，感谢。对，但是我咧，为着大家安尼，每日定爱注意较好，哎，就是。有，你靠耐心甲调理。有。时常哦，你开这种生意的时常，我咧食酒哦，你许多生意咁食嘛，做好。嗯，好。我唔知我今日讲好，佮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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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物件好，都爱讲讲。咱个感谢讲好，你赶紧做变成真有价值。还讲啊，唔是啦，物件都有影好咧。啊，那好，咱食好，咱就爱讲讲啊，安尼吼。所以像许多进来台中，比如一个产品咧，互咱食，多有价值，我查是一个所在呢。心理上大家拢会出状况了，对啦。啊，本身就食济嘛，哎嘛，啊食济中间拢会痛风，会艰苦。听起到第一趟行都未行，为个是做啊？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都未行啦，安尼。头先我听伊了，拢家己拢知影，哎，哈，知影。那开始你牙就知影对啦，哈。迄无多呢，迄无多，这种物件未好呢。只有食了过阵的物件安尼尔，冻起来，蛮好听，听好无感觉安尼就对。啊，这唔是好，所以信阳公司许多单一挂灯一直的讲，讲个给人做坚强，欢迎个了对。所以有当时吼，咱老白听吼，啊医生咧看吼，病人咧检查吼，咱啊将咱的许多酸吼，啊包括这些产品吼，安尼甲帮忙一下吼，无形中对你的身体上进展会足大哦，互你规个拢轻松起来，人拢欢喜起来安尼就对。这个许多酸欢喜的喜，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酸感谢，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百，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班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最近这个疫情，咱坦白讲吼，有比较较严重。啊，唯一咱感觉讲较庆幸，就是拢全是一寡吼啊，轻症头，还是讲吼无症头的，这个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人。占卡足部多多数拢是吼90%-90%，拢是即款的情形。啊，当然你人吼感染了坐起来话就对啦吼。感染了坐起来话吼，当然即个中镜头、长镜头的人，相对的对坐起来吼。啊，尤其咱最近这段时间咱看到吼，迄、那个过往的人吼，全拢无注意防晒的吼。啊，包括吼有一部分是安那有注，但是注了无交温。哦，譬如讲吼爱注三支。爱就去煮一支尔，啊，就无个再去煮，啊，是讲煮两支尔，就无个再去煮啊。
啊，这医书啦，一直在在二三吼，而且个，甲咱吼做叮咛，讲一定爱去注目注目注目，除非讲你有做特殊的状况啦吼。无即个有风险一定爱去做，但是偏偏民间就有一寡吼啊，即、這个啊传言出来，啊即传言到底有属实无，咱嘛唔知影。就是讲有人吼做完了后的时阵啊，遐唔爽快，遐未爽快啦，啊种种问题啊，必须足侪人做，我唔敢去做安尼。啊，甚至就对个啦，有人吼听完了后的时阵，连个一支都唔敢去做，有人做一支做两支，就感觉讲遐无爽快，伊就唔爱做啊。啊，有人连做都爱未做，听着别人安尼讲，哇，伊也惊，甲讲唔敢去做啊。啊，低收同啊吼，无住的人吼，啊，去感染别中国病毒武汉，去也咪当镜头的人，刷愈来愈侪。面对着死亡的危险吼，当然嘛相当的大就对啦。听众朋友，听医生的话都无唔对吼，去做去做，啊，这也唔是讲一个医生两个医生讲的啦，这都一个咱一个啊，中央指挥中心啊，伊安尼讲以外，够侪侪专家，医师拢安尼咧讲，安尼咧反复叮咛交代。啊，咱就去煮啦吼，煮好满吼，煮好超匀，安尼咱较保留吼咱的身体的健康。上个重要的医生嘛讲吼，一定爱食好，啊生活规律一定爱好，啊，互咱的抵抗力，互咱的免疫力吼，会当自然自然，会当吼提升提悬。安尼话啦，咱较保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未去吼带着这个重症头啊，是中症头的。安尼对咱家己拢是做好处。啊，当然咱伫山顶甲咱推荐做介绍的吼，就是圣山喜多山。咱内边有两项最主要的成分，第一项就是日本大概得了几项卡金吼，所提炼出来，而且个甲壳素、甲壳子、甲壳素，这伫过来是当前啊，日本开发出来的时阵，用全世界来做广告，这是二十一世纪救人的好物件，救人的好产品。咱都把这个放来垃圾卖物件清除处理了后的时阵，咱会当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尤其伊会当吼做一个真好的新陈代谢，咱人就对啊啦吼，拢一定爱新陈代谢吼。有当时啊，咱那到家吼秋天啊、寒天吼，这个坎什么对啊，咱会发现着讲哇，皮肤怪怪。啊，迄有当时啊，是一个新陈代谢吼，旧皮肤咧换新皮肤，新皮肤咧换旧皮肤。啊，包括头上啊，你睏起来哇，敢那像加了多少斤呢？迄嘛是一种新陈代谢。啊，尤其新陈代谢上个明显的就是囡仔囝。囡仔囝吼，咱的身躯吼，不管你安那说，你安那甲路都拢有先。啊，以前的人我唔捌，拢讲哇，这吼规身躯无清气，啊，这身躯吼无都无清气，啊，安那路拢是先现之，迄是新陈代谢，迄是你的皮肤吼，旧皮肤落掉，啊，你新鲜皮肤出来，吼，你的皮肤会当更加紧，骨更加水。啊吼，你着人会较如意着吼，嘿，变有先出来，啊，着大家拢讲哇，安尼吼是洗无清气，毋是，迄就是新陈代谢。咱的价值内面就是有这种，即个功效。真好物件，新陈代谢，你物件旧去啊，都爱淘汰掉，换新的出来，安尼人身体才会健康。另外，咱内面阁有一个吼真重要的绿茶多酚儿茶素，即嘛可能卫生部的医书用知情医书证实，讲这真正有效，会当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好，看吼，咱的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郑点庭，伊所带领研究团队，嘛拢进行这件代志。听众朋友，好物件保护大家知影，啊！这段期间，咱圣山喜多山个活动个使用，会当较保护咱厝个大大小小个平安健康。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8。感谢。来接下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个歌曲，就是咱新店林太太来点播红地区演唱个歌曲《悲恋个公路》。爱阮心头大不离，你
敢来认定我是多情的人你哦相逢的相逢的公路也比远的公路爱的人惦在水底旁，仔细想我无一字，袂记你情意，为怎样你偏偏放阮孤单心里边？到底有什么困难阻碍咱相见？啊，相逢的，相逢的公路也比远的公路。徘徊水底边，一字一点在公路，原来相见。为怎样你今日对阮感觉无趣味？你便在彼岸分离，思情不得已。哦，相逢的，相逢的公路也比远的公路。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三明家就产品直接把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把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吼。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来。来，接着咱们来个念一篇吼啊，这个最近疫情是咱台湾的一名，这个吼啊，真实际真不得已的艺人啊，这个叫做刘乐言哇。啊，这个刘乐言吼，在陆办的黄安啦，陆办的黄安就对了啦。啊，拢吼，迄阵嘛吼，过伫中国一直吼，真效忠因祖国，啊来骂咱台湾，唔知安怎样，我都安怎样。当然，这个人吼，忽然间吼，点酒就一段期间啦，无去再讲话啊。这两天啊，唔知啊，咱奈个出来吼，背甲惊惊叫，讲啥物？讲咱台湾人，讲含十几当前，而且个迄当时的四川大地当吼。已经完全拢无敢换伊啊！阿公吼换车了，对个，换车咱台湾人讲着爱承认中国人，讲以前恁十四当前，安尼对着四川大地当迄款的爱心的捐款，即马奈拢无去安尼。啊，这段期间唔知是安怎样，我开始突然间讲起来话，啊，这讲出来了后的时阵了，对啊，去予人家洗面洗甲真歹看啦吼，这边咱个甲听看伊安那写。伊讲前啊女 F 四新员的这名刘乐言呢。
最近呢啊，从这个演艺诶，这个事业拢甲移对这个中国去，啊，不是对着吼台海两国的议题，也是讲台湾呢啊，这个时事发表了意见。就算讲因为吼台胞证过期啊啦，伫中国吼去互人家吼啊银行的账户互人家冻结啦，啊无在条人拿出着这个啊租金啦吼，就是吼。税租车诶，租金就对了，出租就对了啦。啊嘛，无改变着伊正明显的政治立场咧，较袂着在咧表达讲吼，伊非常爱伊的祖国、支那国迄款的心啦。伫这个本个月十二日就对了啦，唔知安怎样，我煞跳出来吼，替十四当前中国的四川大地当出来讲话啦。伊讲伊回想着迄当时的十四当前，讲伊有参与迄当时伫台湾啦。参与木看的活动啦，吼、哦，迄当时讲伊安尼看家吼，即马搁再回想起来，你以前俩公司安怎呢？伊讲即卖台湾人恁拢已经变啦，含十四当前的台湾人拢无共啊啦。啊，刘乐言的表示讲，当年伊含刘德华的对呢，哦，够厉害呢，有在讲含刘德华安尼吼，共一个吼，节目来做这个爱心的木看就对啊啦。讲伊含刘德华吼做迄场，诶，即个现场诶转播晚会，哦，伊欢喜甲伊坐伫刘德华诶后壁就对啊，底下接电话啦，啊，讲全部有敲电话诶人，大家拢关钱啦，一工阴暗就对啊啦，讲吼关要几亿诶就对啊啦，啊，伊经手诶电话吼，敲好伊接到诶，大家拢要关起最起码就对啊，拢有上万起跳诶啦，也搁有囡仔囝了，嘛关出伊诶所费。大海两国的气氛，讲迄当时的感情有够好诶，有够好就对啊啦。迄电话一直卡入来，一直卡入来，真正是两岸一家人，真正是两岸一家亲就对啊啦。啊，即马讲出来，想着拢感觉有够感动，甲想要哭，想要哭泣安尼啦。如今十四当过去啊，刘乐言强调讲伊家己无变啦，伊嘛是吼，伊嘛是像即马安尼无变呢，讲变的是台湾人就对啊啦，更加隔海吼呛声反问就对啊，讲阿无恁即群台湾人是安那，恁袂记起我们是一家人吗？恁袂记起咱拢是吼中国是兄弟姊妹一家人吗？刘乐言分别伫吼微博啦，伫面书发表了吼同篇的文章，唔过吼两边的反应完全无同，咱知影吼。迄、那个啥物啊？微博是中国人咧用的嘛，嗯，就比较较便宜，安尼就对啊啦。啊，那面册咧是世界级别咧用的啦，包括咱台湾人拢用面册安尼啦。嗯，听到伊写迄个文章，大家就错干辣椒啊啦，正口得势啊啦，呛讲嗯，啊你唔，你脑在条，你都放弃台湾籍，去入中国籍啊？啊你即马是咧流乱啥物啦？啊是啥物人咧含你吼两岸一家亲啦？啊台湾早都唔是恁兜啊啦，水啦吼，你吼慢慢吼去挖掘你的习近平啦，啊然后。吼，公营登来台湾啦，加油哈！真正吼，唔使见笑能依。这种人吼，咱实在讲起来是看到到底真严，严伫倒位，你敢知影？你若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想要赚中国的钱，你点点啊去遐赚。嗯，啊，你卖批评，互你发厉害，即台湾，卖去批评台湾，安尼无人讲啊啦。哦，对不对？你着做你尽量嘛，到底迄个所在看要哪发展。啊，那发展起来嘛是跟你恭喜啊！啊，你若看台湾未起的时阵，你嘛唔通对台湾安尼讲甲未价值对不对？吼，毕竟所谓女 F 四，就是因为台湾当时伫演艺界起身的这个团体，团体嘛。啊，伊这个人啥啊？这间啊，这突然间会出来蹦起，你敢知影？因为顶日啊发一个文章啊，讲伊伫迄个叫做石卡村啊。苏家庄嘛，讲伊伫中国嘅苏家庄吼，就卡成呀，讲演完了后，演完戏了吼，即熟了，伊就要回来啊，哦，伊就要回去啊啦，要回去啊，讲要回家啦，啊，要回家是要回对是要家？哦，对，啊，有一寡媒体就甲解读讲，哎呦，啊，敢咪是因为伊嘅银行口座拢被冻结啦，啊，即马伫迄个所在从出作内边出来，是唔是有想要回来台湾安尼啊？哦，啊，结果即个媒体消息一个出来，你要足侪台湾人啦，讲你免回来，哦，你就留在遐就好。哦，是用安尼。嘿啦，啊，昨下即马见小邓秀去，伊就大骂，讲我讲要回家，我的家是伫咧燕郊呢。燕郊啦，燕郊是对的。燕郊讲伫河北啦。哦，伫河北。燕郊讲是伫河北呀，伊个讲我讲。台湾吼，即、這个做炸的唔是伊的厝就对啦吼、嗯啊，所以吼，即个人即人来讲得到咧，
啊，伊家黄安同款啊，其实因伫中国咧发展吼，阿平平安尼啊，哦，啊用破安尼看我多安尼去落做伫演艺界内底。无啦，啊发展遐尔济东啊，啊发展家吼，迄、那个银行的假金铺啊，叫人家通电。啊，无在调吼，人去吼做一间厝，立一间厝的厝租，安尼叫做发展。听查嘛阿哥，听查嘛个印象中，敢那是无唔对，佮发问题阿考啊，考讲无所在通登记，对个，所以登记即个最真实。哎呀，这大家食饭饱，安尼提起来甲起笑安得啊啦，吼，甲笑笑得啊，即要留在中国就尽量留咧安尼啦，吼，啊即爱人阿公阿你根本刷抓去，卖用啊，卖用啊，伊甲你抢阿你，啊我都咧立袂。哇，嘛都啊，咱的发言都袂当讲这种人呵，就了个粗笑，就了无理吼。啊，来啦，进广告哈，啊，咱进一个广告，两面再个倒转来，好来感谢。好啦，这个今仔有咧有电话，一个新闻就是讲吼，这有一个人啊，啊，伫咧这个网络顶面啊，安尼散布谣言就对吼，啊，造谣讲吼，这个台北的快筛啊，吼，讲南上落去高雄啊。结果伫咧送运的过程当中呢，啊发生车祸，造成两个人死亡吼。啊，结果这个警方随着去甲调查落去了后呢，真紧就将这个人甲抓到啊，就对啦吼。啊，这个人竟然本身啊，伊是双河病院吼，内面的一个这个做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姓李，叫做李俊贤啊。是。哦，这是麻醉科的医师了，对啊，本身是医师吼，啊，伫咧疫情的当中呢，佮兼这个做啥呢？来做这个造谣吼。啊，这个李俊贤呢，长伫电视，大家应该有哪有看到啦吼，啊，就出来这个叫做回事咧，啊，甲大家这个鞠躬吼，啊，这个叫做当然这个病院这边对会做一个处罚，是啊，新北市卫生局呢，这个叫做这边家咧表示讲，那依法最重会当甲罚到300万块啦，嗯，啊，我讲这爱罚难免罚，当然爱罚，是，哦，而且伊本身是医师，哦，所以300万唔免客气，这个罚落行。但是咱个坐倒转来，像这个郭文铁也是顶顶只政治人啊，规工到暗底下咧造谣的，嗯，哦，我就是足想要看我那红衣衫我办，无可能的，是的，安尼讲了就好啦，好来，好来，咱来进一个工商插播，工商服务了，下面再个倒转来。你好，叶格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3绿色和平广播电台。哎，水妹啊，咱今仔要出事啊，大宝二宝要上幼儿园。唔知因阿阿婆的压力敢会真大？放心啦，政府讲读公立、非营利也是准公共幼儿园。今年8月开始，逐个月上侪交3000块，二胎三胎各减免。哪里哦，爸，咱要家己个也是读私立的，逐个月用钱津贴有5000块，咱三宝也够加发咯。详情请进入教育部全国教育部资讯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这是目屎流的声。也是心在流血的声，更加是闪流的声。吃毒会引起肾功能障碍、肝功能损伤、膀胱纤维化，甚至引起脑细胞永久的伤害。毒品会毁掉你的一生，未当接触，勇敢拒绝，保持警觉性，唔通替一世人讲酸笑。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小朋友啊，你帮老奶奶送糖果去小人国，我招待你出国，让你天天吃糖果，免费住别墅。这么好，当然可以啊。小朋友千万不可以，这种不明的国外免费旅游或是不合理的高薪工作机会，也有可能会让你成为非法集团的犯罪工具，面临国外的刑责。提醒国人切勿心存侥幸，接受不法集团利诱，在海外提领不明包裹或接受高于合理报酬的海外工作机会。部分国家贩运毒品罪最高可处以死刑。以上广告由外交部提供。嘿，阿丁啊，啊，麻烦替我调一下，登记订单公司12K户的行动电话，我要送我合作的营销公司。经理，这主人人客户资料，敢那会当用在订客约相关的物品？现在外劳可能会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唔来受到行政处罚，卖有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咱冇刑事责任哦。啊，客户告知爱保护，订单理由不抗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阿妈阿妈，你流血疼未？乖孙呢？阿妈今麦使用福尔语音型血糖机，较袂痛，简单使用，佮会讲代理不血疼，互阿妈知，拢唔免惊看无呢。流血疼是高十四。
就像乖孙那在关心阿妈，当然买给牛血糖。福尔语音型血糖机独步市场，国台语量测指导与播报，100%台湾制造，品质保障，是定时量测血糖的好帮手。福尔产品咨询专线：0973-0049，0973-0049。上适合你的血糖机，热血好评，关心你。阮拢是伫这在等待，抱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仔的变。人生来走抱你去变的话，卖阁讲遐尼多。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齿花阁有用，喙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固喙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十几年前，四十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马十几年来，医生阁互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喙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乐79450079。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控八控控控五八六六八号机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非常感谢咱今麦又个登来节目现场，接受你去，咱同款呢，未来邀请全国听众朋友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内湖柯先生来点播蒋天君演唱的歌曲《我的乡愁》。他乡的游子，一路上不敢放肆，不敢来领事，麻麻烦烦，千万唔通甲人抢夺。人生的道路有茫茫，看你怎样去扫除。妈妈亲像我的身躯，迄个无身躯，挂这人字，挂这心事，藏在无尽的乡愁。故乡的冰山，消失在车窗外，已经无地看。
想起妈妈，这当离别，伤心心呀。人生的脚步袂去行，离开家乡去打拼，希望妈妈惦在故乡，身体真勇健。有时间再去转家，回去家里来做伴。乡的游子，一路上不敢放肆，不敢来惹事。妈妈吩咐，千万唔通甲人缠住。人生的道路茫茫，看你怎样去扫除。亲像我的身躯，迄个无身躯，啊，这人子，我这心思，藏在无尽的乡愁。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宾会的叫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节目来看新闻来。来，接下来咱们来个念一篇这个美国的社会新闻哈，这是算一件刑事新闻哈。啊，这是一件这个汤氏案。啊，这个汤氏案呢，伊是安怎样啊来出现呢？咱查这个美国的厝哈。咱看得到就是吼，安尼一口哨一口哨，就是像咱古早的台湾的大厦厝，一间比一间拢足远，一周一周拢无共啊，哦，一周一周拢无共，有诶是，啊，咱拢看电影，拢看电影，啊，电影咧演拢一间一间一户一户，啊，有电影，真正老灾灰啦，有诶无诶，算讲吼一间咧发生凶杀案嘛，无人知影。哦，无想讲咱台湾一间一间的厝拢念做伙，你隔壁伫遐咧做迄个爱做的工过，那海鸟上大声，人隔壁嘛拢听。天啊，诶，美国啦大都会区有哪共款啊？共款是啊，我那一间一间烧念啊，啊是较开迄个有诶酒也比较快啦，我人口较少，因为迄个。对，就是讲像咱台湾的草地所在。啊，对对对对对对，嗯。啊，这个汤氏案就是伫这款的情形来发生呢。好，咱来甲看一篇诶，这个美国诶刑事社会新闻，安怎样啊来报道啦？吼，你讲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爱着较惨死啦。啊，当然，这句爱着较惨死呢，是咧形容伫咧恋爱当中诶其中一人就对啊啦。讲啊，误着吼，歹人诶话啦，毋是真心爱你诶人诶话啦。就敢那吼啊，要啊利用你啦，要利用吼，要伫你身躯顶摕着吼，伊要爱物件啦。查甫的吼啊，就是咧孝顺吼，女主的肉体啦。啊，有的女主嘛是感觉讲，啊，我都吼孝顺吼，你查甫人你都有钱，我含你做伙，我会当含你吼啊，伫你身躯顶吼摕着吼，我要爱物件，拢总有啦吼、但是咱今仔去。要来甲咱分享的这篇吼，这个美国的汤氏案，这是一个女主，
去爱唔对人啦、去爱唔对人，咱若知影讲爱唔对人，咱要紧打动啊。咱偏阿懵个，咱就当作讲阿都衰啦。去爱唔对人啊，无免啦。但是偏偏伫美国这个查某囡仔，伊又阁唔放手。伊都爱落啊，吼，都怕说要甲爱好吼死来活去安尼。煞袂晓回头啊，无法度。母到尾啊，吼，煞当啊凄惨落去来收场啦。严重甲甚至唔嘛，因为这场的爱情，当啊将一张性命安尼甲拍算掉去。这件代志呢，当然唔是发生伫本世纪，那发生伫本世纪的话就对啊啦。今年嘛只2022年尔，根本都唔阿未满30天，因为这个汤尸案，这个这具尸体已经向甲封存伫这个汤啊内面30天啊，甲灌阿摩汤。这是发生伫顶世纪的1990年代，美国的纽约州啦。所来发生一件互人听到吼，骹手麻皮皮抓，诶，即个啥铁桶的汤尸案。无辜惨死的一名，即、這个苗栗的女子，如果若要过往去的话，去用发现到，伊嘛已经50岁的人啊咧。但是伊死去的时阵，伊是还阁真幼气的，甚至就对啊，伊腹肚内底就对啊，还阁有囡啊。嘛，这回吼，安尼去放封存伫即卡铁桶内底。咁有心啊，对啊。有心。哦。经过了30多年，终于重见天日啊！最后虽然有甲凶手抓到，但是经过30多天后啊，等来煞是至亲早了已经死去的消息了。爸爸妈妈靠可能搁在吼，等伊等30天呢，已经早嘛拢过往去啊。同款，和这个被害者的家属吼，安尼感觉非常的悲伤啊。咱这个话。来个讲来倒转来30几年前，迄一年拄啊好1999年，嘛正拄好，迄个月阁兼九月。但是较无拄好的，就是迄一天初二，毋是初九，毋是十九，九月初二诶，1999年迄一天啊，讲纽约州就对啊啦，拿骚线，吼、哦，这个拿骚线，这对台咱毋捌大会毋知，有一栋厝。厝主的名叫做科恩啊，拄啊好伫咧吼无用搬厝，伫啊吼啊，遮母遮作业遐作业的过程当中，咱知影吼美国厝做大间，啊，佮兼后地下室啊，无就佮兼有仓库，佮兼有车库，工作场地拢总有啦，吼做大间的啦。伊吼伫咧进行搬厝的作业，打算搬离开这间一大正十栋的厝啦。啊！伫咧搬厝的过程当中，其中一名即、這个搬厝的即个师傅就对啊啦。伫地下室发现就讲哇，啊有一卡即个55加仑重的即个旧铁桶呢，特别是早前咧底石油迄种的吼，50加仑，咱是讲50加仑，来铁桶，伊开始写是55加仑吼，咱都无啥了解啊吼，可能美国油较济啦吼。啊，因为即卡铁桶伤过头重去啊，伤笨强。这个搬厝的人根本都无在调吼，甲这卡吼铁桶甲搬上这个车桶，甲搬上这个车顶去里里咧。大只好吼去甲吼，这个科恩讲，因为科恩开钱请伊来斗相共搬厝的嘛。啊，当然这个搬厝的人伊逐项唔知啊，伊是讲我入去买一间厝了，只要有物件我就爱搬啊。我无咧管铁桶啦，啊是啥物粪扫桶我拢无管啦、大来甲科恩讲，讲哦，这卡铁桶安尼，我无法度难搬咧。你若要阁叫阮硬搬的话，就对啊啦。我看吼，就爱请两我起来吐。啊，这见面来阁加开外拄外呢，看你卖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你若唔敢开的话，就对啊，这条钱。啊，你若唔该开，这条钱你唔敢开的话，就对啊。啊，那安尼，你就卡铁桶，你应该处理哦。阮搬厝公司无要甲你付钱济哦。啊，这个科恩想想讲，哦，啊，这蛋壳壳安尼啦，啊，这卡内面是得什么黄金，得什么，伊嘛唔知影呢。因为一搬来大新，这卡就伫遮。啊，想想讲，啊无家己搬好啦。啊，这个卡桶吼，这卡铁桶就对啊啦。一搬来遮大的时阵，就已经藏伫地下室啦。啊，迄当时一搬来遮大的时阵，伫地下室看到这卡铁桶，伊嘛曾经有要甲刷叮当呢。啊，唔过内面拢灌阿摩托，相当蛋壳壳，蛋壳壳就对啊啦。伊就无法度让机关吼演个叮当啊。佮再加上吼，看到这个铁桶的身躯顶吼。
有喷一寡鱼含毒药，啊，迄鱼毒药就对啦啦，是咧甲人讲讲即卡铁汤是咧藏化学物件。嗯嗯。所以呢，伊是讲啊，既然化学物件，我对这个化学也无了解，尽量卖去甲吸着，卖去甲碰着，万不幸的话啦。里面那是藏这个吼，是废料的哦，或者些代志大条的啦，所以一段唔敢去甲动，就单兄弟啊，就对啦。真兄就是十单后啊，十单后的今仔日伊要搬厝啊，要离开这间厝啊。竟然伊如果搬厝的工人啊，要敢碰到这件代志，伊嘛已经袂记自己啊。嗯。但是竟然这个搬厝的工人，佮再是自家讲。这个地下是有一家铁蛋，煞断个三心了，这个好奇心起来安尼啦，是讲奇怪，迄十单偌钱，我来到这大海时阵，看到这家摊啊，时我就感觉讲足奇怪啊，这人家单啊里面是叠什么碗糕安尼啊？经过十单了后，我要离开啊，即马搬厝的工人来咧跟我讲，我感觉这家煞愈看愈奇怪咧，这个科恩呐、啊，断找来了简单的工具啦。搬厝工人唔要甲搬，啊，伊家己嘛演绎无法啦。科恩就开始吼，提一寡吼比较较简单的工具，譬如讲马路啊，哦，譬如讲钢腿啊、片子，啊是咩啊嘅，啊是六角扳手、罗赖吧、十字的、十字的，啥物货拢起来，包括吼脚边的针啊，嘛拢啥啥出来都对啦，破叉、的菜刀、叉刀拢撬出来。结果安尼讲讲讲讲讲啊，乒乒乓乓。讲甲大细声就对啦，突然间唔知去讲着对一空对一气就对啦，忽然间我一阵迄个足奇怪的味突然呛出来安尼啦，哦，这个味就对啦，你闻着你就感觉你就想拢无，因为透世地人食到这大汉啦，你唔捌闻过这款的味，可恩闻着这个味，心肝头吃一个惊一个，讲哦，这是啥物味安尼啊？那认真要甲讲的话，伊又阁无成功，伊这个汤外所吸的、所话、所喷的菜的多样，所写伊讲什么化学气味呢？阁无啥成呢？啊，规卡汤啊，内底就对啊啦。即卖咧一个卡开尔，当然不是规卡拢卡开啊啦，卡淡薄开尔。煞大感觉讲，伊卡着遐迄个所在，安尼黏黏、想想，安尼就对啊啦。啊，阁一个味够歹闻，伊迄个针啊吼，夹来吼。迄、那个沙崩的钢腿啊，安尼对迄个歹片的所在吼，安尼甲安好掉，佮哭哭哭哭，一直大细硬讲呢。啊，讲了有了一旁的时阵就对啦，迄、那个马路啊退来佮叫，马路啊那叫袂行的，为了对啦啦，后边去加一支吼，迄、那个啥梅啊硬梅花扳手佮叫嘞叫较长的，做一个杠杆原理，佮底下咧硬叫硬叫叫一个扑一个，哦，好可恩惊一个。安尼啊话啊，当我蹲伫涂骹坐坐，差不多点外钟爬袂起来。讲竟然叫出一支手出来啦！叫出一支手出来了后的时候，忽然间跟落一卡女性咧穿的官大鞋啦，伊惊一个哦，夭寿啦！坐伫涂骹坐点外钟，即马开始慢慢有气力，咱爬起来安尼。当我连爬挂走安尼啦，哦，硬冲对这个大楼，唔是冲对大楼，冲对楼顶，算讲吼，伊这是地下室啦，冲对一楼去哩安尼。电话就开始落来啊，就要紧报警察。报警，报警察呢？纽约呢？那是全世界级的大都市。纽约这个所在的拿骚线的警方接到报案了，随时好的，我那赶来到现场呢，当我将铁桶就对啊啦，想尽办法就给调出来，就开始吼运来到太平间啊。因为里面已经发到死人的臭啊，搁一阵臭味，警察随到来啊呢，随看伊就知影讲，这是一件凶杀案。一件凶杀案，当然因得爱甲这卡铁桶吊来竖直的所在，慢慢甲破开，啊，然后慢慢来甲做吼，这个研究，看内底这个人是安怎死的，啊是男性，啊是女性。啊，是伫当时死的，就甲调来讲，因这个管理的一间太平间，啊，交予专业的人员去做检查啦。这个工作人员就对啊啦，当然接到这卡铁桶，迄卡铁桶嘛，阿哥阿未开呢，是去予科恩家吼弄破一起啊尔，一部分尔，无足济呢。后手来接
工课，而且一寡工作人员就开始用了几来点钟的时间，同我将这卡铁桶的内底的物件，安尼慢慢甲拍开、撬开，慢慢甲挖出来。经过检验呢，这个时阵的纽约的警察啦，就是纽约的拿骚县的警察就对了啦，终于会当确定讲铁桶内面是一名大约差不多30岁。一查某囡仔，迄美国的警察有够厉害，随看伊阁知影咧，讲这吼是拉丁美洲裔的女性咧，身高偌高，嘿，咱甲看看，拢感觉讲吼，迄个白种查某囡仔足高咧，结果阁无足高咧，150公分尔尔。这个拉丁美洲裔的这个查某囡仔身高才一个150公分，而且就对啦，迄喙齿就对啦，有去手术过。算讲吼，有去吼啊，就去啦，去做过啦，啊是去到假水过，到迄个假水去过，种种了对啦。有伊的记录啦。对对对对，啊，死亡的原因吼，头吼去互人杀物件，甲过来的，大过来的，我硬甲死安尼啦。上届可怕的就是伊死的时阵，腹肚内已经有囡啦，高个月啊咧。哦，一死了，一死了命对啦。高个位啊呢，啊你肯怕死？你这个凶手你无悔罪哦。嗯。真相够悔罪啊！高个位啊，你看得足明显啊！呢，你硬要甲讲哦死。啊，这人抓到的时阵，这马的卵吼直接甲拖去断掉啊！你啦。如果这跟放遮久的时间啊有无吼？死，迄个凶手唔知够活掉无啊？呢。无重要是有。已经超过迄个了，做所谓法律的追溯期啊，无诶。美国每一州每一州，哎呀，会发都无。对对啊，因俩拢无同，即拢无同吼，都有超过啊，无。另外，即、這个铁桶内底啊，佮装作者迄个塑胶粒啊，而且塑胶粒啊当中佮挖出了两卡的手指了，顶面佮写着英文的 MHR。这个 MHR 当然对咱台湾人无咧用这个英文的人，唔知讲伊导出来，即句话大概是虾米啊？但是那伊用外国人有咧用英文，因为母语是英文的人，随看咱就随知啊，差不多是咧指啥物？吼、差不多是咧指啥物？啊，而且吼、哦，迄、那个塑胶内底呢，佮有这个塑胶做出来，而且个药啊，啊，佮有一个写着吼，治伯特里斯洛夫属属菲尔。下一卡吼堆啊，就对啊啦，就是讲内底就对啦，除这个手指两卡以外就对啊啦，还佫有一卡堆啊，譬如讲吼咱挂耳钩的堆啊，还是挂伫胸前迄个破链的堆啊，啊内面佫有写着吼啊，要来送好这个啊洛夫阿杰，肥鹅的这个堆啊，啊色底吼是用青色的捏起来物件就对啦。包括内面阁有一本细细本啊的手指簿啊，经过初步甲调查啦，这卡铁桶的制作年份是伫1965年，拄啊好阿星出世的过年啊，过两冬，过两冬，迄一冬就对啦，来发生的。最主要是用吼运送迄个泥料吼，包括桶啊顶面的编号显示吼，这卡铁桶过来当成。被运来到一间制作塑胶的人造花的公司内面。简单讲，这卡桶啊，伊的元素是安那，是咧底咧泥料的。泥啥物料？泥塑胶的原料。啊，这卡桶啊，就是去荷兰运送来到吼一间专门咧做塑胶花的公司。哦，足正常啊。对啊，我咧开吼啊塑胶工厂。啊，我咧吼做这个塑胶花。爱泥石啊。啊，我吼要泥石，我甲吼泥料公司买一桶来扛，足正常啊。但是这照你讲是爱扛伫底呢，扛伫工厂内底，啊来扛伫人的厝，搁兼地下室内底。科恩就是吼、发现着一卡桶啊，伫只吼。啊，多十年的这个查甫人就对啦，甲真规林的厝主拢表示，讲铁桶，伫因买一间厝里摆大先都有啊。佮再讲就对啦，厝上盖起早，就是有一名叫做霍华德·埃尔金斯的生理人，伊所有的厝了，对，伊所拥有的厝，伊嘛正拄好，就是吼，咱拄只吼连着迄间塑胶公司，咧专门做塑胶花。迄间公司的股东之一，不过这个人早就已经在1972年
从公司的股份嫁一大进出拢袂掉啊！已经嫁因某搬去到佛罗里达啊，佛罗里达州啊，伫遐过着吼啊，轻盈正享受的退休的日子。啊，因为通讯的剂量呢已经浸伫即家汤啊内底，内底其实是无水，是因为迄个人死去的即个啥废水啦、已经浸有够侪冬啊，嘛拢浸甲烂糊糊啊。实验室的人员嘛，爱用淡薄的时间，才有法度能将部分的内容慢慢甲复原倒转来。伫这段期间呢，这段期间，警察拄啊将注意力甲转移来到这间厝。伫这个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这段期间，到底是上了段？这段期间的厝主到底是虾米人？也就是讲，咱头前讲的迄名。艾尔金斯铁桶内底大量的这个塑胶粒啊，甲塑胶做的这个盒啊，嘛拢变成了警察将伊列做侦办的对象之一的关键证据。你得跟咱讲讲，买过这间厝、住过这间厝的前厝主，全部拢调查，拢爱调查，拢调查啦。每一个拢爱调查吼、这个制作铁桶的公司一个吼认出来讲，啊，这卡铁桶的青色的液体啊，这是一种吼、专门咧捏这个灰塑胶灰的物件啊。啊，那个树板吼，的塑胶树啊的底部啊，顶面食食的泥料啊。但是这款的泥料，伫1971年就已经停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汤西案接续落去会发生，就什么款，让你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呢，咱即马先加歇困一下，进广告，进广告，好，听一首歌了后，咱这段期间先和纽约警察阁继续调查落，等甲调查有淡薄的这个迄、那个脉脉，咱才公布和咱听众朋友来做了解。伊即马这个泌尿伫1971年的时阵就停产嘛，对不对？安尼就表示讲，这个汤氏案发生的时间绝对伫1971年的季节、哦，对对对对，哦，大概是安尼啦，吼、大概当安尼讲了，对吼、好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然后再个倒转来。啊，非常感谢咱今日用几十多来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加产品就对哈。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是28栋啊，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8栋也个咧风行，经过30栋嘛是也个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构造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雄狮大，什么人食有效？十公后嘛是同款食有效，所以狮驼山是非常期待咱雄狮大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对了哈，拢唔知是好阿歹，唔是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接落去了，等到阮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有咧红家？啊，农药、食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腹肚来的毒素，那拢唔知吃到是腹肚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哈，你根本上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讲，我都40、50岁尔，我是那个治疗高血压，是那治疗糖尿病，吼、哦，啊是那机能，我总有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不好。雄狮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啥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啦。这哦，这真正哦，体质老化有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雄狮大更加着重，比如人对啦，吼、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代谢爱顺序。你开始机能一出问题，中间就是心灵代谢未顺啦，过乱呢。乱你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你了后，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就注意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再调来啊。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损失，
为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咱信仰公司许多山一张制高价，咱女性皮肤大概拍电话入来，上尾拢有给咱讲啊，哪你敢知？讲哦，我怎么吃着许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那个蜻蜓在下的顺序，皮肤哪会较水啊？那未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公司许多是安尼。我做人人看这个面呢，面也是有光强，我、哦、这人身体就用；面也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身体上就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用许多，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这所在了，对哈、哦。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质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伊调整倒转啊，就调整倒转啊。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吼，有恁骨手骨头，恁骨头恁就知影吼，来顺下来，这顶骨空啦，肋骨被过风去无影。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要行呢，袂堪要徛呢，袂堪要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的中间也破掉掉，所以这真重要。恁骨锁做保养吼，互你介绍，恁骨锁互你了掉。这金明的第二代，金明的第二代是美华这个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掉。爱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伊成分太高，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吼，气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着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气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气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个吃，咱来讲气温较好诶、较悬诶，金立平诶第二代，好、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失落，免咱未使有先失落。喜乐通过等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会员。这个血液按摩膜，我常常在这里讲，大家跟各位讲对了。血液在咱的血管的流通，包括中年骨的血管，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大家我都在吃，安尼啊，你一两粒尔嘛，啊暗吃两粒，啊那上计是搁中途搁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口，较袂塞的。他的心脏不好，他就吃力，啊他的脑也吃力，安尼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输，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报喜乐清，保顺健，含属朋友一项尔，也无算，也无算，家己咧放了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顺健怎个服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始到今在做朋友，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啊，感觉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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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的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戆会晕啦，哦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可能不时的规工在那，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类型啊，那个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这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红细胞那是有这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吃血红素就简单了，对。早含两粒，上个下昼时啊，搁吃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和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哦，有任何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0800-0500-5668 吼，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要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抓秋风爱人》啊。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5868吼，来啊，咱这个叫做讲这个叫做美国所发生的吼，这样呢已经几啊十天吼，哈后边去用发现到这个汤氏案，后边够一挂来甲讲好完安尼啦吼，嗯，来咱拄只这个啊事件呢，讲来到吼啊。这间做医疗的公司啦，这家汤啊就对了啦。嗯、这家汤啊的公司已经在1971年就停产啦。在这当时，这个汤啊的汤氏案的消息呢，嘛在纽约这个所在的各大报纸媒体就开始吼被安尼报道出来呢。嗯、没多久，这个纽约州的拿骚县的警方刷单去接了一通。无讲出姓名的电话，嗯、当然无讲出姓名，就一定有伊的用意嘛。因为这是一个凶杀案，
人对方无愿意讲出真真正正的性命嘛。这通电话伊咧讲就对啦，讲伊看到遮个报纸报道，虽然伊家己唔知影讲汤啊内底诶即个查某囡仔是虾米人，但是伊知影吼，即个艾尔金斯就是迄间做塑胶花公司诶股东，就是住啊伫迄间厝内底个主人就对啦。迄间厝诶第一个主人叫艾尔金斯，伫1960年代啦，曾经嫁伊。家己甲吼，伊家己的公司内底的一名拉丁美洲的查某囡仔有过婚外情。啊，这个线索呢，线索加深了警方啊对着艾尔金斯的怀疑。同安呢，警方要紧呢，同安对这个纽约州的地啊开始车开落，走来到佛罗里达州。去找到这个人，佫还袂死呢。艾尔金斯迄当时佫还袂死，但是年岁真有啊。伊虽然承认讲哦，伊曾经捌过婚外情啊，但是伊讲讲啊，对方迄个查某囡仔甚物名，我嘛袂记起来呢。啊，迄生做吼甚物款，我嘛拢袂记起来。迄足久个代志啊，伊嘛就是坐坐吼，连讲甲汤斯案有任何的关系啦。当然，伊嘛无愿意提供家己个 DNA。和警察提起甲死者腹肚内底的这个胎儿做比对，案件伫这个艾尔金斯来到这个所在刷单陷入了吼瓶颈，无法度人继续突破，甲办落去。唔过明明之中自有天意啦，这个实验室的人员后手成功复原了吼，复原了。一本四本的手指簿啊，部分的内容，顶面的资料显示，这本的手指簿啊，是属于一名28岁的萨尔瓦多的移民，伊的名叫做雷纳安杰利卡马洛奎林啊。1966年，这个查某囡仔家己一个人对萨尔瓦多来到美国打拼吃头路，当然伊捌做过尼泊尔人。阿妈捌来到吼曼哈顿，当诶，即个34街诶一间吼，专门咧做塑胶花诶工厂，食过头路，也就是艾尔金斯诶一间工厂。伊诶名甲电话啊，嘛出现了伫即个通信记录簿啊，手机簿啊内底。另外呢，即本手机簿啊内面一个吼记载，就一个名叫做杰西。安德拉德的女主的电话，警方大要紧，卡这个电话虽然30档啊，但是嘛卡电话去蒙试看卖，结果发现到吼，这个凯西过去30几年来，一直到我今仔日拢同款住伫这栋公寓，无离开，而且伊听到警方讲完了后，随时认出讲汤斯内底迄个查某囡仔，就是雷纳，我身份是确定啊，确定啊。凯西虽然甲警察讲，讲30几年前啊，雷纳伊拄打初初来到美国的时阵，就是来到伊的班上学英语的一名学生。当然，迄当时因两个人的年龄拢20几岁，啊，所以吼、哦、感情真好，就那亲像姊妹啊，一般。有一天，雷纳突然间甲伊讲啊。伊就是咧教你那英文的就对啦吼、嗯，外国人来到美国要吃头路，当然爱捌英文、学英文嘛。伊讲雷纳甲伊讲了，就讲伊巴肚内有囡仔。虽然囡仔爸爸已经有某有囝，但是雷纳深深相信对方一定娶伊。过了几个月后的某一天的阴暗，这个英文老师凯西突然间同我接到雷纳的电话。迄当时，雷娜真清楚、真清惊，伫电话当中讲出讲，伊犯了一层真大的错误啦。伊讲伫对方知影根本无要娶伊的经营之下，伊突然生气起来，突然敲电话，互对方的某知影，安尼就对啦。甲讲互知影呢，讲我就是恁翁弟，好高的气啦啦。特别憨，嘿，啊无要安怎要烧他，还是要冤家恁出来？无要紧，我巴肚内有伊个囡仔，安尼我财产全部拢要分啦，无你是要安怎安尼啦？结果讲出了艾尔金斯吼，伫我好高调伊个代志。事后艾尔金斯知影了，足受气，电话唔嘛卡好伊啦，讲你死啊你，我绝对要互你死个。
咱做伙斗阵好好，以后发生什么代志不管，但是你今仔日别坑啊，我特别互你死安尼。他威胁了对啊，他威胁，何伊有够惊，伊要紧敲一通电话，甲伊英文老师讲，开始有讲到雷娜，伊讲伊听到电话了后，赶来到雷娜伊住的所在。讲发现到内底吼，已经空落落无半个人啊，雷娜嘛唔知走去对倒去啊呢。从此伊就唔捌搁再听到雷娜的消息，包括看到伊的人，包括接到伊的电话，拢总无啊。无消息去啊了。因为老师开始就对啦，曾经有想要报警察，但是因为伊知影代志唔是足济啦，而且伊和雷娜嘛只不过学生，甲老师的身份尔尔。当然伊嘛吼惊讲报案会影响到雷娜诶即个诶即个名声就对啦，搁再加上讲伊嘛毋是伊诶亲人啊，案件档案呢去互警方草草来处理掉，伊慢慢无想着讲雷娜已经惨遭受着杀害啊，被吼人蜜蜂伫即卡汤啊内面不见天日啊。有了对面所讲的证物、人证，拿手线的警方已经大致上吼，有法度能理出着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1969年，雷娜卡定威啦，和这个艾尔金斯的某个别的迄一间阴暗，艾尔金斯同阿将雷娜甲招来塑胶工厂。雷娜虽然会惊，但是伊嘛阁抱持着希望，以为讲因男朋友无可能。对下手，搁再讲我不过来嘛有男朋友的囡啊，无可能头安怎样？无想到讲艾尔金斯竟然趁着雷娜无注意的时阵，突然硬着个头壳当当个讲落去啊！随后将尸体突然甲运倒来厝，迄东西也搁多哩清楚的。拍算将雷娜甲倒甲堆伫桶啊内面了后，要甲吼运去大海甲填掉啦！啊，开船甲填伫大海里，迄是伊的拍算暗算。安尼个当吼，确保吼啊，即、這个吼啊啊，内面个当装石头啊吼，可以照，可以沉伫大海内，完全吼无浮起来被发现的可能。只是无想着讲吼，加满了泥料，加一寡吼，即、這个塑胶粒啊，一桶啊，伤过头重啊，根本就无法度人靠家己上桶啊搬上车顶。特别就是讲安那呢，要个再去海潜，根本就无可能啊。伊嘛袂当叫朋友来斗三工呢。安尼人就知影就别空啊，只好单将这卡汤啊一直个藏伫地下室，唔知影讲安尼一藏，就是30天过去啊。拿烧线的警察佫再次出来到佛桌，想要上艾尔金斯佮抓起来，无想到对方伫警察第一次去催伊，伊唔承认，下无外久了后，伊就家己伫伊厝内面的车的内底开枪自杀，作、明显畏罪自杀。金王团将艾尔金斯的血甲这个雷娜巴肚内面迄个红婴啊胎儿来甲做一个啊比对，一个相似度就对啦，相像款吼，高到99.93%啦，确定讲艾尔金斯就是雷娜的精灵，就是这个巴肚内底的囡仔老爸，只是伊为着要保全着原本的家庭。竟然心肝掠瘫痪，将雷娜包括巴肚内的囡仔个胎生案件了后，真相大白。事后有记者呢，特别吼来到萨尔瓦多去找着雷娜因厝的人。结果雷娜伊的妈妈已经95岁啊，伊听到这件消息，作艰苦表示，讲30多年来家己了对啊啦，无一天无咧思念因仨囝啦，无想着讲最后就是白头丧的人送乌头丧的人，即款即种遮尔那吼悲惨的代志，更加显得就是讲雷娜的老母啦，曾经有去梦到雷娜去房间困伫一卡汤啊内底，互人家落伫一卡汤啊内底，毕竟雷娜的遗体被藏的方式。啊，这会当吼，竟然讲含雷娜的遗体被藏的所在方式了，对个不谋而合啦。一个月后，即位即个卫生一个伫咧吼啊，咧苏人民妈妈，咧苏人民查囝的雷娜的妈妈带来过往去，而且雷娜的遗体啦，也被运到等于萨尔瓦多含因妈妈来埋葬这回。等于安尼就轰轰30天的吼，三十天啊。
这个甲看伊个新闻，伊在前后这间厝拢总经过三个厝主啦。嘿，换三个卖三个啦。嘿，拢总经过三个厝主的。你就感觉因那美国人做几款？啊，伊咱台湾人咧买厝，伊都早都拆迁掉啊。对啊，啊伊都因为迄是地下室嘛吼，啊放伫边边啊，啊无影响到因咧使用了对吼，啊可以较重啦吼。讲迄个汤啊，安尼全部讲差150多公斤啦，哦，150多公斤上重啊，所以也袂也顶重着。啊，之前两年的厝主拢知影有这个汤啊，啊，但是都拢无甲刷顶重就对啦，吼、哦。啊，卖时嘛是安尼挂汤啊，做伙卖就对。我是感觉讲吼，因这个地下室吼，应该不是咱所想，咱台湾人起的透天厝这种地下室，一种的结局啦。嗯。因为如果那是一种地下室的结局的话就对啦，一种格局的话就对啦。嗯。你这个杀，你这个吼，迄、那个凶手就对啦。啊，你这间厝要卖掉，伊卡无处理，你就随便看啦啦。对啊，对啊。因为我跟你买厝的人，我一定讲爱卡什么外国物件。因为外国人的地下室，你若厝大间地下室就变作大啊。有可能是透视的人，无可能去惊起的所在输赢。冇可能是安尼对啦，吼。这算美国的这个就做一个汤西人吼，安尼去用红30吨啦，吼，啊，到尾有哪赶快给他挖出来安尼啊，吼。好，啊，迄个凶手倒来，我畏罪自杀啦，吼，来，安尼简单，啊，我计划30吨的，对啊，等于我计划30吨的对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阿良明再个倒转来，来，听众朋友，疫情真严重吼，啊，今日去又个拜那个吼。周休二日吼，啊，当然最近这段期间，大家人啊较少咧出国啊啦吼，啊，人侪所在去啊，拢较会吼有一个禁忌啊啦吼，当然赶快吼继续维持落去吼，卖四界爬爬走吼，啊，这个嘴暗挂好条，勤洗手，啊，迄手千万皮毛嘴唔能去乌白弄乌白好，哦，这一定要记好条啦吼。防疫的工课我们爱做好势啦吼，啊，政府想办法伫咧控制这个医疗人员，唔能去乌斑驳啥种种有诶无诶。吼、哦，啊，咱民众大概都是自我管控做好安尼啦，吼，这点嘛真重要，吼，啊，至于国民党迄个当面的所在差价拉低，自控制足好的时阵，就咧差，嗯，哦，啊，到今嘛呢，这个团结诶，差一个也较有诶，吼、哦，啊，这差到咱就大概咧讲讲，啊，这拢已经我个人诶感觉啦。这种已经符合着迄种了，都才散播谣言啊，是不对？啊，结果也无半个正义人啊，去用起诉的吼。啊，无咱是来讲，你甲对照因较早所讲的话啦，倒一句不是谣言。对啊。哦，对不对？哈、啊，来好，来时间的关系，哈、啊，咱节目到这暂告一段落哈，后礼拜空中再会。再会。好，拜拜。